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想去太空，开一个超市店。我想变成很漂亮，超级超级漂亮的公主。妈妈，做蓝色小小金刚，当一名超人。买一个新房，等到了去永远。我的愿望是喜欢城堡，喜欢涂泡泡，喜欢吃饭，喜欢拖地。我要在那个竹子里面吃面。爸爸喜欢，妈妈喜欢。小时候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？没有什么最怕，最喜欢看的电视是什么？还记得这个？小时候名侦探柯南。小时候最好的一个朋友叫什么？记得。我那个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？是想当老师。现在的梦想。